书画间秘密爆料大会。有一个女星跟某一个男演员分手，她就在书画间开始抱怨说这男生小气什么的。然后最夸张的是嫌弃他的生殖器官像星星肠这么小。等于说，如果那位男明星现在在看节目，他就知道他被讲了。完了，我的星星肠被知道了。跟很多人讲，我也有听到。我是有。今天晚上10点，金大跟班。